今天没有带底妆录影，素颜素颜。对，我今天是我发现我没有带底妆录影，所以我就跟咪咪分享这个黄色的小八瓶，它是保湿的水精华，它一瓶就可以抵掉化妆水跟精华液，非常的方便。对，这真的蛮好用。那这个带出国不就万事搞定了？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说，没有上底妆试给大家看，它这个黄色的那个质地，我先按给大家看一下。哎，这是拉拉的法宝，法宝。对，原来他每次一出门都可以这么迅速哦出门。秘密武器就是这一个，它一瓶就等于化妆水加乳液两个步，哎，化妆水加精华液两个步骤，然后它擦完了马上就有光泽，而且皮肤不会干，像很多底妆啊会跟肌肤做打架，可是这个完全不会。哎，对啊，这哪里买？不会浮妆。这网络都有，对，而且它是韩国的医美品牌，韩国很有名。然后因为它叫小八瓶，其实它就是容量是非常大气，它容量到100ml，很大，对，而且它非常的水润，很少有会有到100ml的情况，对，根本就周年庆的组合。所以你现在就是擦了一半的脸，是不是？对，而且它延展性很好，就这样轻轻一推，它马上就吸收，很水，所以它是一个很棒的妆前精华液，对，就看起来皮肤很透亮，真的，好亮，咔嚓咔嚓咔嚓。有，哎，另一半整个亮，透亮起来，对，而且它为什么叫小八瓶？因为它有八种保湿成分，然后它里面有保湿的那个玻尿酸、玻尿酸跟分子丁，对，所以它擦上去马上就吸收了。然后其实我先上完这个黄色小八瓶，我会再加这个蓝色的。这蓝色也很厉害，它是乳液跟乳霜二合一。哎呦，乳液跟乳霜哎，然后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哎，乳液乳霜是不是擦起来会很厚重？其实不会，它擦起来非常清透，因为它非常的水润，不用花那么多时间了，明明。然后它是任何敏感肌一年四季都可以使用。你看我试用给大家看哦，它擦在手上，哇，延展性非常好。而且它这样子会不会很油腻？不会，你仔细看哦，镜头它已经慢慢的爆水，哎，有水，有水，它马上就爆出来了，所以它非常的水润，然后吸收效果很好，因为它是有特殊的包覆剂型，包覆里面有效的保湿成分，所以一碰到肌肤就马上爆水。哇塞，很细，所以马上吸收之后就不会厚厚重重。所以它是早晚擦还是怎么样？一起擦还是早晚擦？我现在只要有这两瓶，我就可以取代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液跟乳霜。然后它任何肤质，男生女生都可以用，年纪都可以使用，一年四季你都可以随性搭配。原来我出国就只要带这两瓶就好，不用瓶瓶罐罐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对你很好，不藏私，哎，它就是有什么都跟你们分享，你要好好带回去涂满脸。